This
Africa.就是用我的生命去打拼，把荣耀带回家。所以吧，今天的大奖真的是为你而赢的，这个荣耀是给你的。肩并着肩站稳，我们用心和用爱。老天在今年给我带来那么多，我感谢我全部的 DU MINI member， 每一天我去 meeting 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给我 positive 的能量，只要我相信，我就是最后的赢家。在我心中